来，爸爸，要干嘛？吃东西。吃东西呀、啊，好吃吗？爸爸，爸爸，好不好吃啊？好好吃。好好吃哦。看到了一位呢，菩萨，其实他的家境不是很好哈、哦，他曾经还没有发生家庭的困境之前，还是慧眼。后来呢，他的先生啊，这突然间呢，就是一场病啊，脑膜炎。那赶快急救送医呀、啊，命是救回来的。可是呢，脑伤，智力已经呢减到了孩子的智力啊。其实呢，他们夫妻之间呢、啊，也曾经有一度，这个太太呢也想要离婚呐、啊。可是呢，这个事情发生，何况呢，他参加会演的时候开始就接触慈济净思语还有成语的文法，他听法啦，吸收进去了，开始呢转变自己的心态，很甘愿的照顾先生。其实他真的，我把他当菩萨。我常常是视线无常的老师，我都常常跟人家讲，想一想，上人就告诉我们说，甘愿行大悲者的，那我一切都是非常的心甘情愿的，为他所做。先生现在的是像个孩子，他的女儿也说啊，妈妈好像多生了一个第五个的孩子。对呀。他把他当作是第五个的孩子啊，就是大玩乐儿一样的，很天真的，他只会想要吃，一直要吃，他总是呢要照顾他，控制他吃，还要出门运动啊，他呢要他走，那就要个行啦。你要吃什么？来来来来，来来吃东西啊！要不要吃东西？对啊。你要不要吃东西？对啊。你要吃一点点，那就要开心的不得了。然后我女儿都说喂小鸟。你要吃吗？来来再来，那他就会跟着走。那就这样的，天天到环保站呐、啊，看到人呐、啊，他都会。很和善的跟人家问好，长官好，班长好，早安，你们打招呼吗？长官好，要长官那边，长官好，长官好，那很多人都很开心呐、啊，看到他这样的天真呐、啊，也不会发脾气，也不会闹情绪哈、哦，总是一个乖宝宝一样的。那就这样，也是呢，跟人家结好缘啊，看，这是转一个心境啊。无奈的人生啊，也是夫妻的一个家庭。这，但是他一宣踏实，好在有走入了慈济。而且闻道法调适了他的心态，他就甘愿做欢喜修，甘愿做怕被剪了，就是这样的去用欢喜心来付出。那另外的呢，还有啊一位啊，在宜兰黄居士哈，好，我岁末祝福的时候，他也现身说法。过去呢，总是
迷在算命耶，因为他从小都会跟妈妈呢跑这个道的道场，所以啊总是呢求神问卦那一种道场啊。后来呢他就转卖在那个庙文，就自己就研究这个命理啊，研究到他自己呢好像这个看命仙哦，他都会开那个看命哦，啊，常常拢讲哦，伊家己作准的吼，那自以为啊，很多人去给伊看命呢，但是呢，夫妻的感情啊，也要看人的命，叫人解运，叫人安怎样去夫妻的感情安怎坐安怎。但是呢自己没办法，因为太太呢为什么跟他都是讲不上几句话。当初不怕自己，我是在那个台电上班啦，业余的是怕地理水命啦，因为我跟我师姐李英师姐是两个都没有什么交集，这样哎呀，因为我跟我的弟弟，一做一组织，可是我们没有共同的话题呀，没共同的话题啊，那样所以都讲没有什么话了。啊，所以他每次自己出将自己打电话，他会眉开眼笑，就很欢喜呀，那样要我这里男人那样坐上牙起来，那怎么哎呀，跟自己都。先生啊，呢公婆呀，那个外口的中央书记讲好话啊，呢啊，所以就起了那个嫉妒心啊，呢啊，所以才有这种想进来实际看看，说到底实际有什么魅力让我家师姐啊，呢那么喜欢，那么嘿啊，跟这个先生都说没话这样。他就是要去想探讨瓷器到底是什么魅力，但是走进来了啦，开始呢也跟着文华了啦，他呢也开始对于佛法呢正法接受了。三顿我那都相信都起来，啊，那地主嘛爱起来，啊，所以就是啊，土地爱过完了，嘿，没有相信人好。四五十年都拢每天拢三点，我都起来。咱做人的地主，咱嘛命还大，所以是爱起来。好在他就是这样的转过来，转迷为悟啊！他把自己的招牌呀、啊、涂掉，变成了佛号啦。人这干那分寸，要照电罗盘来行，真的寸步难行啦！啊，所以就是要把心胸放宽，就是到处都可以去这样啊。免讲照这个罗根，也是相信这个算命先生的话呢，真的会很难过这样。所以我们要把心胸放宽一点，到处都可以去这样。所以天底下最好的地理是在自己的心地，嗯，跟心地也好，一切都好。心地不好，地理就不好了。这种自己的心在营造一切这样。看，这就是一个转迷为悟的人生，也是夫妻间的感情。心态一转，总是呢成为夫妻同道，和乐融融啊，这样。都很令人感动的哈，所以呀、啊，到底家庭是人生的一种归宿的，人生的生活只是这样一个家庭而已吗？其实人生的生活呢，也可以把自己的空间呐、啊、志同道合。这我家天下的大家打开心门
应该呢都会很好。看看第一个心境一转呐、啊，水苦亦乐啦、啊。他自己经济不是很好啊，他还要呢让佛法更普遍呐、啊。那他还要每个月还要捐给大爱堂，看这多事呢。一念心，总是呢啊，苦已经吃掉啊哈，那么。慈济人总是多给予机会呢，心灵一旦打开心结，那多多的苦济把以复为说法，让这样的法呢更普遍呐、啊。这都是我们的目标哈，爱的能量呢，所以我们要好好的用心呐、啊。